生腐子切开来以后呢，好，可以直接生用。但我们洗过以后，如果要保存久点，怕坏掉嘛，保存久点，洗干净以后晒干，太阳底下晒干，然后收藏好。使用的时候，尿毒的病人，我举的这个慢慢我们解释，阳的观念，阳我们一再看就是动人嘛，一个动人，比如说我们的念头、想法、念头，那哎呦，我现在要想上厕所，你想上厕所，你知道你要小便，这叫做正常，所以你的念头因为尿意，你这个尿意呢，就是因为你有阳才有尿意，意念才会有。哪天你尿意没了，你不知道要上厕所啊？这奇怪，老师，我一天我没有感觉要小便，完了我吓死了，你吓死那不吓死人呐、啊？对不对？阳没有了，那尿毒的人里面有尿意，这个意念都没了，那我们要让这个尿意回头，就是让他的阳回头，那过去一些医家、中医呢，比较喜欢跟易经搭上，表示说蛮有学问的哈。那尿是水嘛，中间一个阳，水中的生阳啊，坎中年，那让水里面有阳啊，那这个就可以让那个阳回复，这个意念。那泡附子那个生附子呢，因为长在田里面嘛，田里面的，是水里面的阳，所以肉桂没有用，肉桂是木头啊，长在木头上，是木里面的火，跟水里面的火不一样，所以用生附子。临床上治疗的时候，生附子治疗尿毒的时候，尿蛋白的指数，过去你第一剂下去，一枚下去，一枚的时候不是吃一碗就没了，你是9碗组成3碗，所以一枚才一碗才不到1000多一点，大枚的话1000左右，那个指数就直线往下降，降的速度非常的快。那个人的脸那个黑色的，慢慢去转成，淡黄的，慢慢退，颜色就会退回来。那个尿毒的病人进去一看都是黑人，管他是什么白种人、黄种人，进去看全部是黑的。所以你到尿毒洗肾中心一看，一票黑的在里面，因为肾是黑色，肾的阳功能没有的时候，阳是有除蓄的作用，有蓄的作用。所以说我们叫潜嘛，如果中医讲潜的话，你说老说潜在那边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好像电池蓄电池一样，储蓄的作用。那当你阳没有了，阳没有的时候，这个我们人身上的营养还是不能进去啊。那这个营养本来应该带在肾脏里面，那肾脏现在没有阳了，不蓄电了，电池不蓄电了，那个营养怎么办？就反逆出来，反逆出来跑到脸上、头上，都身上都是黑的，看到脸上皮肤都是黑色。所以黑色实际上是肾脏的营养，本来应该带在肾脏里面的，现在不能带啦。好。那这个肾是主水，那水本来里面的阳要气化，这个水要气化，所以我们人吐气出来是有蒸汽，对不对？要气化才行。那就这个水没办法气化，变成冷水，冷水的时候人就会产生敏眩，因为你这个肾主脑部的水也是要气化才能上去，那结果水的气化力量不够，人开始敏眩，那水慢慢累积在肚子上，水气很多。会造成恶心呕吐，所以你肾脏开始衰竭之前呢，病人会呈现出呕吐、恶心、呕吐、头昏的现象。那如果说你开始动手在治疗的时候，那你越治的呕吐、恶心越严重，代表说药没有到，药力没有到。那你如果说你，我们为什么知道治症辨证论治？当你知道治症的时候，你可以吃的老师吃的药，头昏减少了，恶心减少了，就代表慢慢回头了嘛。尿意回来了最重要。尿意回来，那你如果吃药的时候吃下去，我有小便的意，但是还是小不出来，那什么意思？代表剂量还不够嘛，再加重，对不对？再加重。那最难处理的就是病人已经洗肾了，这个时候你在处方的时候，生附子看下去怎么样？你说你叫他表情，不吓死他了，他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你处方下去开始他肾阳回头的时候，你要这个病人，你还是继续回去洗肾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当你可以自己大小便可以自己来控制的时候，就不需要洗了。尿液都回头，自己小便都正常，就可以停止。从身上症状就可以判断出来什么时候可以停，什么时候可以停。那我讲过，人是被吓死的
哦，人是被吓死，活生生给吓死，不是好、哦、病死啊、哦。那所以这个生附子呢非常好用，好、哦、用一枚。那用了生附子的时候，会常常有时候因为里寒很重的人，好、哦、肾脏功能衰得很厉害的人，你用下去的时候，病人会吐白精出来，白色的精液吐出来，吐的时候是很好，或者是病人用了吃了生附子以后，有的人呢是里寒下得很好，就小便。病如果那个寒在上的话会吐，病在下的话会小便出来，所以有的人吃了生附子一个小时是吐，一个小时以后开始吐，就是肺里面的津液会吐出来。还有呢是下焦寒，下焦寒的时候吃了以后一个小时就跑去小便，小便好像站那边小便哈，那个尿不会停的。哎，奇怪，我怎么尿那么多哦？一直不停啦、啊，因为里面寒化掉，寒就好像冰块一样，冰山融化掉一样，哦，就一直小便。这每次吃完药一个小时就跑去小便，哦，这就代表里寒还有。那你吃到不用去小便了，代表寒凝化掉了，哦，寒就化掉了。那还有的人呢是大便，吃完生附子以后会拉肚子，好、哦，那寒湿在肠胃里面排掉，好、哦、都排掉。那到今年冬天我们煮过当归生姜羊肉汤，我丢两颗生附子在里面哈，你吃吃看，吃完第二天回来回报每一个人的反应如何，把身上的寒排掉，寒湿在身上就是病的源头，所以。西方的医学他不知道病的源头，他只能看到得病以后到了一个阶段，他查到啊你有病了，可是有病都是太慢了，所以病的源头他不知道，好、哦、因为他没有这种寒湿的观念啊、哦、没有寒湿的观念。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没事，一年请你吃一次生附子，因为不太有什么病了啊、哦、吃完的时候你这个寒湿一排出来，哇，有的人就开始吐啊，有的人是大便好，有的人小便一直跑厕所啊、哦、每个人都不一样啊、哦哦、所以说我们使用的地方非常多，就逆的时候人昏迷过去了，我们用生附子，一律用生附子，好，一律用生附子。但是你不能不是单位用生附，后面有几位药慢慢陆续进来了，好，单位不是单位用生附，生附子其中一位就逆回阳的药，它可以让好鸳鸯回来回头，好回头。所以灵台邪灵台说有没有足寒邪，好回阳气，阳气要回来。好，这个，那这个，你看那个病人哈，车祸或者是枪伤意外，你看那电视上那个被打的全身发冷了，开始失血，四肢都开始发冷了，盖有没有东西盖起来发冷，就是生附子啊，生附子。那一般的那个温南派的说啊，这个失血了嘛哈，我们给他吃补血的药没有用，不过哈要生附子，哦，这阳要回头。好，要考生附子，好，好，那还有呢，水肿也可以使用生附子，好，生附子排水力量很强，所以说药蒸，他说煮煮水能治恶寒，身体四肢骨节疼痛沉重不忍，好，还有腹肚子积水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使用生附子，好，生附子，好，所以当你。很了解生附和泡附的功能的时候，你会慢慢晓得如何使用它。如果说我们用个图示图来代表生附跟泡附的功能，我临床上的感觉告诉你，啊、哦，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所以我画个图给你看，好，这样。那如果这是一个人，这是中心，哦，中心。当你使用生附的时候。病人吃了药的感觉是这样子，我们以这个做个标准，好，黄线，好，黄线做个标准，好，黄线做个标准，黄线做个标准。如果说附子，好，这个附子呢是到这边，力量是到这边，好，这个附子到这边。所谓的生附呢，它能够从。这个地方往人体最中心的地方去攻，往里面走，所以它能够把里寒去掉，不管多里。好，我非常反对肝脏肝癌的时候你去做血管栓塞，他拿酒精栓塞住，你把那个门关起来，就好像那个过去帝王的坟墓，有没有几道门关起来，我们要进去都进不去。这个西医这个行为哦，真是该骂！你治不好病，
还不让病人有生机的动作，就是这个栓塞。这个生父子下去的时候进不去，挡到了，有东西挡到。你如果把他西医的观念是，你把它阻断掉，没有血管来供应这个肿瘤，肿瘤就会萎缩。那是你认为这样子的，实际上做了以后，肿瘤长得更大，跟一点用都没有，从来没有一个活到的。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所有肝癌的人做的血管栓塞，到目前为止无一存活。你为什么要断人生路呢？阻碍我的药进不去。泡附子呢，到这边的以后，泡附子是往外走，往外走的时候泡制过的，所以走到皮肤表面上。所以我们真的从脓疡化里面化脓了，我们要推出来的时候要靠泡附子，你不能靠生附啊。生附子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转。好，那你如果泡附生附一起用，老师一个往里面推，一个往外挤，就把中间这个部分正好卡了，中间这个地方正好在肌肉皮肤肌肉中间，所以说那你要一挤的时候，在这一段的水全部一起排掉，所以它是利水啊，当然利水啊。那全身去学的肿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那肿的跑出来跟轮胎一样，全身那个固特异轮胎那个宝宝嘛，那是长那个样子啊。好，我就看过啊，一挤下去啊，那个水流汗，那一只小便全部挤出来，那个生父泡一挤就把这个人水一挤，水通通挤出来，好，那就那么厉害啊。好，那所以你以后看到方子是吧？老师，这个人怎么生父泡父子同样？这个人有神经病，你错了。高手才知道用啊，因为他知道药性，他知道他设计这个药的目的是干嘛嘛，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当你知道供病的药的时候，如果病人气虚，你加点黄芪嘛；如果病人血虚，你加点当归嘛。那个只是附加的。如果病人元气很好，不需要加补药，直接攻坚病一下，病好了，病人气血自然会恢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主力的方子在这里啊。现在我这样讲了，没有人会用啊，当然没有人会用，所以他治不好病嘛。中医没落就是这样子，后面还有很精彩的，你这样听听看。好，所以说真的是，你看那个第三行，走唐龙川，好，这第171页，唐龙川讲的第三行中间，肉桂是补火，是好，所以好不一样，火是所以肉桂吃下去，心脏力量会波动会起来，心脏波动起来后，心脏波动产生的热会进入肾脏，所以肉桂的功能是在这里。那生父不是啊，直接就在肾脏点火了，还经过心脏，不需要经过心脏，直接在肾脏里点火了，你知道没有？这个就是它的差异所在。好，他就说的。所以历代的名医，历代的经方家都是在使用，从张仲景开始都在使用生附生脉，都一大堆在用啊。就到现在为什么他不用了，很奇怪啊。好，这是生附泡附。那平常单位就是一枚就可以了，就你也是一枚就够了啊。好，那你可以去平常你就储存好一枚一枚在里面，真的使用的劈开来用。好，那干的生附子很累，很劈不开啊，那刀子劈不开，榔头打开哈。我们常常在榔头在打。好，好，再介绍265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回头再看泡附子。好，抱歉，是265嘛，对不对？265。好，乌头。这乌头研究化工的人一看到乌头，哇，乌头简直想到头皮就开始麻了，因为神经性的毒就想到就是死亡。好，临床上面看的时候，你到洗肾中心去问，你年纪轻轻30-40岁怎么洗肾呢？那吃止痛药吃太多，吃什么止痛药？风湿关节炎的止痛药吃太多，就吃到肾衰竭洗肾了。哦。台湾一大堆洗肾中心里面，大概有不敢说100%了，有30%-40%是因为吃止痛药，这后来洗肾的嘛。那都是吃风湿关节炎的药，那吃了半天是洗肾。好，那中医呢？为什么不用中药呢？我们中药有非常多治疗风湿关节炎的药，最强的你现在看到就是这个。可是西洋人呢？生化学家他们研究乌头说，这个乌头碱吃的很毒，这个心脏会受伤，人会中毒，那个得不偿失。虽然可以治疗风湿关节很好，但是得不偿失，那是你说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没有问过我们怎么用的，
你有没有问过我怎么用的？你拿一个乌头去那边化验，对不对？那不对我来说，那野人那边拿了乌头枝在那边射动物，拿了吹箭，你没问过我怎么用啊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拿我给病人放到嘴巴里面那个东西去化验一下？对不对？我们怎么使用它？不是拿乌头直接拿出来就动，那个药一煎就给他吃了，吓死人了。我们乌头还两种，一种是穿乌头，哦，一种是炒乌头。你如果说到药到药中药行去，他就问你，你要穿乌还是炒乌？这是他要看看你是行家，对啊。穿乌头我们是用穿乌头，炒乌头是伤科在用，炒乌头非常的毒啊，哦，非常的毒。好，那是我们伤科，我们伤科很多药，要用铜，自然铜啊，很多伤科外伤、扭伤啊，那个好那个让去断接骨用的，就国术馆用的很多啊。跟那是炒乌头啊，啊不是穿乌头。第一个我们选择是穿乌，好，穿乌头，穿乌头拿起来就是乌头，就黑黑的，好乌头。好，我看看这边，那这个好。当我们拿到乌头的时候，这个不是马上就下去煮了药吃，不是这样子。这乌头呢，一定要先经过水煮。比如说，我一般的剂量是这样子，好，这是我使用的剂量，如果就按照我的剂量来用，啊，永远不会错嘛，因为我没有错，你们也不会跟着错啊。那以后你高兴你就加重，你就看病人嘛，好，再。增加重量都没有关系，我平常是一两的乌头，一两，好参乌，然后呢是用三碗水煮成一碗，对不对？煮成一碗以后去渣，也就是说乌头你不要用了，知道吧？知道我意思吧？就拿个滤网把渣丢了，乌头就没了，剩下是不是一碗的乌头汤？不能这样，还没有完哈，你不要拿去给别人喝，当场的隔壁着凉。哦，然后呢，再去两碗的蜜，蜂蜜配合混合下去，混合这个一碗的，哦，一碗的乌头汤，哦，那你这一碗乌头汤是不是跟两碗蜜和在一起的时候，蜜是不是就融化，就比较稀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煮。再煮成呢，啊，两碗，就拿到手上了。好，两碗，这是最稳当的。然后呢，这两碗就是我们所谓的乌头蜜，好，乌头蜜，那蜜是暗黑色，黑暗黑黑的，好。处方的时候我们用桂枝汤，乌头桂枝汤，好，你用桂枝汤，比如说桂枝三钱，白芍三钱，好，生姜，好，两片，好，红枣，好，十个，好，十枚，好，炙甘草，好，三钱，然后呢你去六碗水煮成两碗，好，吃的时候呢，拿一个茶匙，一个汤匙啊，好，一个汤匙，你们平常中国人喝汤的汤匙，好，平时乌头米倒下去和一和吃，好，你拿这个乌头米就这样子稀释过以后，然后再拿一次只吃一个汤匙，你去看看它会不会中毒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吃下去病人说我这个关节还在痛，下次该两个汤匙加重一点，一个汤匙一个汤匙的加，或者是半个汤匙，你怕半个汤匙的加。那世界上只有这个药可以治疗西医所谓的类风湿性关节炎，手的关节整个变形掉，然后变成肿大，关节量肿大，然后变形，然后整个手变成这样子，你知道痛到什么程度，痛到他宁可死，好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痛，所以他们才会治止痛，吃到半天肾脏衰竭掉了。但是你用乌头蜜去的时候，他会慢慢，我用乌头汤，乌头桂枝汤治病人的时候，有个老太太吃两个礼拜，连关节变形形状都回来，手都可以握拳了。本来是这样子的，握拳都不能握，他手拿出来就跟巫婆的手一样，啊，
变形回来。你想想看，我生意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是老太太煮煮好几代了，然后周围邻居，哎，手就变形回来了，几十年的形状，好，风湿变成这样子，整个肿了、啊，那个，然后形状都变回来了，就是靠我们的乌头桂枝汤。啊、哦，那乌头是父子的妈妈，所以绝对不会说吃乌头变成吃到洗肾去，不会。所以你乌头剂量控制得很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水煮过以后毒性已经减少了，再经过蜂蜜煮过，蜂蜜本身解毒，已经没有什么毒性了，哦，变成纯热的，哎，就乌头的力量能够到力量能够到关节到骨头里面去，哦，只有它这个有力量，哦，那你自己选择，需要吃西药的止痛药，吃到后来去洗肾排队洗肾，还是吃乌头，哦。那我到现在吃乌头，很多人吃啊，都没有事，都没有事啊。好，我们还五十乌头丸，我们的乌头丸的这个，对啊，五种石头配合乌头丸修，那是最后一线药，对不对？我们非要靠一些禁忌强药，才能达到身体，达到身体的最深的地方去，哦，最深的地方去。但是没有选择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经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轻的剂、中级的剂、强剂，好，最强的禁忌都要会用。好的，会中。我的功，我来传承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中医的好的东西传承下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鸡同鸭讲来了。你要说你想像乌头不能吃，他拿生乌头就化验，我是这样子的过程。那他说这乌头不能吃，由这个人来管我们，你说可以吗？在美国我们照样用啊，我就是管理的人呢、啊，有医师来管理，怎么会错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从来没有生用过乌头，那是你说的，你就是笨蛋嘛！你是跟土人研究，问土人怎么用的，没有问过我啊，对不对？你了解我一下，了解我意思吧？所以不合理的哦。好，所以你要说你要说乌头不能用，哎，你怎么用的？你先问他。哦，直接让他生用，那是他跟土人学的、啊，他不跟正式一个医生的学，他是跟土人学啊，对不对？很坏哈、哦，很坏，像是栽中医的赃。哪一个人敢说中医不好，就把它放在网页上面，啊，让他遗臭万年，庸医名称，好、哦，烂，害人嘛，好、哦，你说我们这个使用方法正确的时候，是光是这一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得救啊？对，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有这种病，那痛起来真的是不得了啊！他宁可自杀，他手剁掉还可以啊，痛到这种程度，明明是可以治的，哦，结果被弄得变成。吃了止痛药照样变形，痛还是在那边，然后还要洗肾，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子。好，172页，你看它的性味，味辛性热，有大毒，都没有错了、哦、的确是味辛性热，你吃到很辣，好，辛香是发散的，然后全身冒热气，哦，很凶很热。好，主治乌头呢是扶元回阳的药，好，能够补火，好，退寒，共同附子，好，只比附子强，好，绝对不比附子差，比附子毒，好毒，好，那也可以补耗骨呢，补命门不足，好，肝风普通一钱至三钱，好，这是我们一般用量一钱到三钱，那是一般我们因为写本草，实际上真的使用我写在这边给大家看，好，那你如果说你老师在这边的时候，三碗煮成一碗，好，变成这个去渣，好，然后两碗水煮一碗，我可以两碗蜂蜜。把它变成一碗蜂蜜好了，兑一碗水，一碗蜂蜜兑一碗水，你煮下来的话是不是比较浓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那你就半汤匙就好了嘛，是不是更简单一点？也可以，但是你剂量是不是还是一样？了解我意思吧？哦，剂量还是一样，然后只是这样会比较甜，所以人家吃我们经方的药，奇怪，他们吃他的药很甜啊，哦，不是很毒啊，里面的很毒派，当然都有乌头很甜啊，对不对？那个蜂蜜很多，还有建中当然很甜啊。那奇怪，吃你还想想，不是大咸就是大甜大辣哦，这个怎么都是奇怪？那吃其他中医的都不会啊，哦，就是温温的、微微的，有一点点苦味，一点点甜味。怎么吃你还想要不是大酸大甜就大苦，那之后你还想很差。现在我们经方就是讲成怎么办？对啊，都是这样子的药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本来中药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哦，就这样，我就治夫妻两个人，太太说，你还想你的药哦。那个怎么那么苦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先生说，你看像你的药怎么那么甜？你说好，对啊，都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治疗尿毒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毒进入到心脏里面去，我们会用解毒的药，比如说我们前面叫黄连，黄连解毒啊，解什么毒啊？
就尿毒嘛。好，就任何的毒侵犯到心脏里面，顺着血液进入心脏，会造成心脏衰竭。这种的毒，通通可以用黄连来解它。啊，乌头附子的毒，你就煮点远志嘛，对不对？远志好，可以解掉。那黄连解毒，那黄连解毒的时候，同时把心脏麻痹掉。好，你可以下，如果说那个尿毒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远志，加一些肉桂，好，让心脏强起来。解毒的同时能够强心，啊，乌头，好，所以这个乌头呢，绝对可以用，而使用的是川乌，啊，不是草乌，好，草乌是给你的敌人吃的，好，当然那个很强的劲敌，好，那个情敌要给他吃，好，没有那么坏，我嘴巴讲不会做的，好。我是让你永远有印象，草乌不能用，外用可以。好，266叫天雄，这个顾名思义，为什么叫天雄？就是你吃了它以后，就天天雄壮威武了，就是好，就是很补的意思哈，很凶啊。天雄长这样子，那老师这个天雄长得跟父子乌头都很像，就是很像，是同一株的哈，天雄。好，你看这个天雄，我给你看，你不要偷吃掉哈，我还没话还没讲完。这个天雄呢，这前面第一最出来的时候，好，最小颗的乌头，附的乌头生的就是大附子，就是我们的附子。天雄实际上就是附子，五年以后采收。我们同一株，第三年你刚开始种的那个农民去种啊，三年采收下来是大附子，好，四年去采收就是采收的乌头，五年再去采收那个不要那个还在那边耗，第五年这是猪，第五年你去采收的根茎，那个就是天雄。那在土里面很久了，很久以后，然后毒性很强很凶，最毒的是乌头，好，再次才是这个天雄和附子。那这个天雄呢，我们中医过去呢是拿来好做补剂，是劳症治疗劳症使用，皮那个劳症哈。有时候这个劳呢，这个病人呢劳，好，这个字写设计的很好，因为等你写完你也劳了，很累，写这个字很麻烦哈，啊，劳，那劳症的时候补不到啊，你看他都是虚热，老师我开四物汤给他吃，他上火，我开四君子汤给他吃，他还上火，我开十全大补汤他便秘，老师吃六味地黄丸也不行。对，怎么吃都补不到，劳症的很讨厌，好，那就是劳，脉大为劳，脉血脉很大，那我们怎么去补它？经方的那个张作霖说天雄嘛，啊，天雄的这个药，好，跟附子、乌头同一株，好，同一株，哦，你看它本经《神农本草经》原文说，胃辛温有大毒，好，治大风，那个寒湿痹、痢疾痛的关节炎，好。拘挛啊，强筋骨轻身，好，哦，哦，那主治呢？天雄和附子的功用略同，但一般对下元虚寒性的那种风，大部分我们都用天雄来补他的虚，补他的虚啊，哦。如果你这个人是阳没有问题，阳举没有问题，阳举没有问题的时候，诸位记得了，现在还没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伤经方，你阳举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开一些滋阴的药补筋就可以了，不要去开壮阳的药。腹腹会得症，他阳举没有问题，你开壮阳的药，你让他不要说开壮阳的药，拿那个鹿茸、那个鹿角往他上面一贴，他就倒阳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就很坏。我们使坏的方法很多，哦，所以闪我远，离我远点比较好，不然晚上我不要你做，你不要我做了什么哈。所以我们如果出去玩的话，郊游你们大家小心点哈，做通步啊，开始啊。那如果阳举有问题，才会开补阳的药、壮阳的药，了解我意思吧？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壮阳的药，比如说八戟天呐，啊，哦，肉虫长得就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天雄，但是阳不举，我们用它是壮阳的药。你阳举的没有问题，你不要用壮阳的药，用一些滋阴的药，啊，补精子的药，那就不会影响到阳。好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。那天雄呢，就是阳已经不举，你用天雄再举不起来，也不用举了。好，就完了啦。好，意思就是这个这。草药类里面最强的，当然我们还有君子类，老是君子类药，硫磺很强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先不要君子类药，草药类里面最强就是天雄，哦，我就刚才讲过，名字是天天雄壮威武嘛，好，好，
那你可以用天雄老师这个天雄这个有毒，哎，当然是有毒啊，好，有毒，好，那炮制锅的过程呢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远志可以解乌头附子天雄的毒，远志，好，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做成这个那、这个天雄，做成那个粉剂或者做成丸剂，可以使用丸剂，好，我们放乌那个我们中药很多，我们做成丸剂的时候，我们会放蜂蜜在里面跟它和在一起。为什么用蜂蜜？除了让它粘着以外，蜂蜜可以解毒，好，解毒。所以说，你看像乌头，我们用乌头蜜，啊，乌头蜜，啊，那你不会做菜的人，你把老师这个乌头就直接煮了，跟那个蜂蜜放水，就蜂蜜和在一起煮，那乌头怎么拿出来？拿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先水煮过以后，把乌头榨来了，只剩水，这个水再去跟蜂蜜和在一起，是不是就取出来了？对不对？你如果不知道，你直接就乌头煮成水，乌头还在里面，把蜂蜜倒下去一煮，好了，蜂蜜跟乌头和在一起，糟糕，拿又拿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那天雄也是这样处理，也可以这样处理，也可以不处理，没关系，因为天雄没有像乌头那么毒。好，一般来说我们不处理，直接用混那个混合那个什么蜂蜜做成药丸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别录呢说关节重不能步行。骨头之间的痛长好，都可以使用，好天雄，好天雄这药，你看强势令人勇武，力作不倦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你要如果我们可以做天雄散啦、啊，好经方里面有天雄散啦、啊，哦天雄啊，哦桂枝啊，白术啊，哦龙骨啊，这混在一起。